啫，下一位系陈米业员。主席，即系呢排又行流行咗一句嘢咧，就话唔怕神一般嘅对手，最怕就猪一般嘅队友，系嘛？即系保皇党应该好领悟呢句嘢嘅意思啊！嗱，主席，有关即系未来眼去咧，我多谢啊！你讲翻主题啊！我知讲紧噶啦。啊，范國威即係教我嗰句嘢嘅出處啦，係嘛？但有啲人咧崩口人忌崩口碗咧，真係可能做得多咧，一聽到呢句嘢咧就上身㗎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啲問題咧，真係你一分鐘點辯論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要解釋關於好多議事規程嘅問題，關於家下現時有關東北嘅問題，點解要阿侯咁你？即係要多幾分鐘咧，至慢慢去解釋，所以十分鐘係絕對呢個嘅適當嘅。正如主席頭先嘅開場白嗰個發言解釋點解你要啊，即係用呢個37A等等嘅問題，你講咁耐，我舉咗好多次手，要主席澄清就係你究竟幾時喺個會嗰度講過話唔再俾入呢個37A嘅臨時呢個無經呢個嘅預告嘅動議。是從冇嘅，主席，我做咗一個成萬字嘅會議記錄，有關13號第二節第三次嘅會議記錄。去翻個主題。啊，一間我會再澄清，就要你再解釋。啊，我預告咧，就即係等你做好準備。我做咗萬幾字嘅逐字會議記錄，我睇曬第二節同埋第三次嘅會議記錄咧，你從冇正式喺嗰個會上公布引用，即係你話用引用主席嘅權力係禁止。再收呢個37A，咁所以我哋俾咗律師信你，律師大律師、朱生大律師全部睇曬嘅會議記錄，所以希望一間法律顧問同秘書處就翻主席一間投票之前，要公開解釋澄清，究竟主席喺幾多喺13號嗰日星期五嗰日喺第二節幾多點幾多分，主席嘅詞句係點樣講，係正式係停止收呢個嘅37A嘅議案，我嘅會議記錄。萬幾字係冇主席呢一個嘅詞句嘅，啊！希望大家咧即係清清楚楚。咁所以有關現時呢一個嘅辯論咧，我支持阿李卓人議員要用十分鐘去辯論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就強權壓倒真理，功能組別個投票咧就欺壓呢個香港市民，係嘛？陳茂波話：，賠200萬太多啦。你陳茂波攞成1000萬啦、啊！你陳茂波攞1000萬又唔太多，你自己攞1000萬，坐低唔好，我血壓上升啊！所以我要企起身，如果唔係咧，我就瞓低喺度。坐低，我命令你坐低，坐翻你座位。嗱，所以陳茂波可以攞1000萬，過1000萬嘅賠償，好點解市民？你發言完畢。叫陳茂波出嚟解釋。唔好再喺座位發言啦。你已經發言完畢。我頭先未講完噶嘛，真係我起身就話我起身。而家係我唔喺度做緊發言，你講曬啦。而家係就住李卓人議員嘅現職休會嘅議案發言限時限係10分鐘嘅議案咧進行表決嘅。誒，明唔明決？1分鐘。